叶子姐，重点在这儿啊！我们不服，不服，对，对，就看这帅哥美女，就什么巴黎时装周、电视、报纸上有的是，就是为什么全热恋这么受欢迎？因为接地气儿，我们。屯死主播，对，我意思给你解释一下，就屯死了。屯死了。你闭嘴，我们广告词不用你说。DQD 呀、啊。那个 D 让我们踢走了。少女组合吗？啊，这你都知道了，这么火 啊。然后也下去走一圈呗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接地气儿。啊。看了刚才这个 T 台秀，就很难想象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。啊，来先有请两位，谢谢两位，可以了啊，谢谢。没办法。本来是相亲，但是因为职业，你的职业就是模特，所以呢，你就阻挡不了姑娘想要跟你亲密接触啊，有一点近距离的互动啊，你能接受吗？能。这个哎呀，出来了，来了啊！哎呀，这是把小伙刚才上台那些家伙事你全用上了呀？等会儿，我觉得像他们那么走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就是脱光了就没什么好看的，没有看点。我们需要装扮一下，小伙来配合一下，是不是？为了相亲，我豁出去了。对，我豁出去了。来，豁出去了。那个现场观众有谁有个围巾什么的？能给我留点脸吗？太卡、啊。来点接地气的。要点接地气的，来接地气的。跟两个姑娘走的是，那个米兰时装周的那种感觉。现在呢？我感觉回到这个农村田园里的风格了，这像我下地干活时候的感觉了，这。对，这是小姨子。接地气儿有点。啊，这是小姨子啊，小两口完了领着小姨子皮包米吗？那我不多余了吗？你俩掰挺好，我干啥呀？来一下，同样走一圈，你咋走到小姨子那堆儿去了？谁到了？人家可心儿也好，刘云子下来也好，人家都是想奔着小伙使劲。你走，你变成小姨子了，你没寻咋回事呢？完了，没走对劲儿啊？怎么跟姐抢？你还嫩点儿。就说小伙，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走比跟他俩走接地气儿吧？我感觉确实接地气儿，这个是，特别是你跟石榴姐从那儿回来，我怎么觉得好像被哪个女土匪头给绑了似的呢？这是黑水路风格。我们 Twins 组合不光是组合，我们还有标语。什么？我捋捋啊 ，Twins 产自屯子，千金组合啊、代言胖子。谢谢了，你们俩快下去吧，要不然我们这小鲜肉走的这个路线太可怕了。帽就这么戴下去了。石榴姐，等会儿这衣服能不能脱了？你没法化呢。你脱了吧。我这么吓人吗？我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土匪吗？脱了吧。有点热。帅的。哎呀。